到咗今个星期嘅英文小测试，当你哋见到个英文字嘅时候，首先自己读一次，跟住咧再听我读一次，睇下你读得啱唔啱。第一，重复的呢个字系读 repetitive。手套，呢个字系读 gloves。提供豐富資訊的，這個字是讀 informative。 洋葱，這個字是讀 onion。 紅蘿蔔，這個字是讀 carrot。套房，这个字是读 sweet。 鲍鱼，这个字是读 abalone。 学费，这个字是读 tuition。 你读啱咗几多个？